雨来袭，直接放眼望去，整个涵洞雨水夹带泥沙，淹没一半，骑机车只能绕路，无法通行。事发地点就在嘉义县，路面积水，行进车辆都只能放慢速度，一不小心就会溅起水花。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，中央气象局针对南部地区发布雷雨特报，其中台南嘉义发布一级淹水警戒。暴雨狂炸，嘉义县市出现零星积水状况，所幸没有传出重大灾情，但目前大气环境不稳定，气象局也指出15号到17号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。救援车辆涉水，要到事故地点仔细看，四周全积水，由车辆卡在路中动弹不得，紧急抢救后才顺利脱困。未来几天连日午后雷雨，民众恐怕都得多加留心。就做不到。